嗨，各位 Honda 的粉丝，大家好！喜欢看我钓鱼吗？如果喜欢看我钓鱼，请记得订阅我、按赞、分享，那记得铃铛要打开，因为铃铛打开，你才可以收到第一手的 Honda 最新的溪流钓法的资讯。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一刻开始钓吧 ，Let's go！哎，兄弟，我跟你说吼，我这次带你来这个点吼，其实我在十年前有来钓过。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平心而论，钓况其实你不要抱持太大的希望，不是说很好啊，但是吼，这个地方以我上次来的经验吼，它那个非常杀影片。我们不是都看到日本片，不是有叶子啊，然后有水，有没有非常美丽的？我告诉你，不用到日本，到花莲就有了。我们花莲这边就有一个地方有这样子的风景。嗯，哦，对了，哎，你看。有听到那个瀑布的声音？有哈！哎，关姐，这个瀑布很特别哦，它是叫做月牙瀑布，这是当地原住民哦。那时候以前如果缺雨的时候，没有缺水的时候，然后长老就会带着他们的部落的一些族人一起来这边祈雨。那所以今天的月牙女神哦，还蛮眷顾我们的。有下点小雨了，下点小雨，地上有点湿湿的，但是没有给我们太大的雨，所以代表它还蛮眷顾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钓鱼。其实这种天气拍照最漂亮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除了钓鱼、拍照以外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在里面享受一些这个整个森林的分夺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了。好 ，OK， 走。看哦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苦花咬痕，这个，哦，代表这边有苦花哦。哇！哎，兄弟，还是从这边，从这边好像比较有路哎。
以前还不小的湖啊，大概20公分吧。哦，但是它力还蛮爽的哦。好了，我把它放回去吧。哦耶！